现在各位，你进到我们简报25页呢，你可以把我这个文章打开。好，那如果你还没有申请的，没关系，你先看，至少你要先申请，好吗？好，你申请了之后呢，各位，你有机会明天就可以用。哦，明天就可以用的。那我们来看一下。好，你进到这边之后，我先往下走。我给各位看一下两个 demo 哈，你不用听声音没关系，这就看影片就好。这个是我当初做的，好，你看我们要做这个动画，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比较平顺？因为不是手动直接拉的，对不对？简报有连结啊，有啊，在简报的25页就可以打开我的这个，你只要点到它就好了。下面就会跳出连结，右加这样有看到吗？简报的连结，好，很好，有人回答我的，有人帮我回答哈，来，再看一下另外一个，有没有？你也可以像这样滚过去啊。那你可以发现，我们这个动画都是很平顺的。这个就是 Google Earth Studio 它方便的地方哈。那等一下我们要进去的就是在这里，叫做 Google Earth Studio。所以呢，这个网址我也给大家。好，你把这个网站打开，它有中文，它有中文哈，各位不用担心，它真的有中文。只是你外面在第一次进来的时候，它是英文的。好，那我把这里先关掉，好，不相干的，我先把它关掉一下。哎，通通不见了。哦，好，吓我一跳。好，来这里。那你就 try 右上角这里，哦，你按一下 try。它早期是没有中文的，但是后来就都有中文界面的。那这个地方。如果你按下 try 之后，因为你之前没有申请，或者申请了还没有通过，就不会进到这里。他会跟你讲，请等申请成功再来。好，那你看到哦，你看他也是有自己的专案，对不对？从这里你可以选择，它有两种，一个就是你开一个完全空白的，当做是一个专业的使用者，那你也可以用快速入门的。我们先用快速入门。它会有那个类似精灵这样的方式，你会比较好操作，尤其刚开始哈。好，你看它有一二三四，对不对？后面还有哦，五六七，有没有？一种是环绕的，哎，没有没有，应该是五个啦，五个加这个，你滑过去都可以马上看到它的就是呈现出来的效果。那第一个呢，就是类似我们常在电影情节上看到的，有没有从外太空啊冲进来，或是从地球这样冲出去的？那右手边像这个罗马竞技场，你也可以用在我们比如说那个101大楼，对不对？那或者是像这个点到点的，从哪一个景点飞到哪一个景点？你想看看，你又没有开直升机，又没有开飞机，平常有办法做这样吗？有困难，对吧？好，那现在呢？你要做这个，哎，都变简单了。我们先从第一个来，好的，好，第一个比较明显嘛，所以你就按开始，它就用精灵的方式引导你。所以它先问你，哎，请问你要去哪里？好了，我们就到我们的这个哪边？101，台北101，101，好，在这里。好，那他说，哎，你可以调整一下角度哦，因为待会冲进来，你如果是这个角度，你不见得喜欢，对不对？那操作方式跟我们刚刚都一样，你可以按着滑鼠的滚轮，不要放，往下压住，然后往前往后就是调整那个倾斜角度。用滑鼠的滚轮就是什么？就是
放近放远，哈，就缩放，轮印轮到，你看这边是不是都有 3D 的地景？好，假设这样子，OK，所以你先把它调好，你要去哪里先告诉他，再来下一步，你要从哪里开始，就是你的那个所谓的海拔的高度，好，像这个是从地球最外面，我这边都先不改，好，都先不改，我就下一步。你要几秒钟冲到台北101？你看有没有自动下来了？但是你还是要让它跑一下哦，因为它还是毕竟中间要把一些图资把它下载下来，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刚第一次做的时候好像有点顿顿的，但是接下来有没有越来越顺了？所以秒数你可以自己决定，如果没问题，我们就再继续往下喽。好了。各位，这个就是你看到它精灵之后所呈现样子。这里呢，其实也就是如果你刚刚选择我要开一个空白的专案的话，它就会像这样进来。但是我们透过快速入门，可以让你比较轻松的先把你要的位置先抓好。那你可以看到，在这边它会分成两个视窗。左手边这个就是由上往下看，叫做上视图，它叫上方，啊，一般我们就称作 top 上视图。那右手边就是你刚刚所看到的结果，就是那个摄影机的，有没有摄影机的画面？其实这个软体，诶，我不知道有没有同学有用过 Adobe 有一套软体叫做 After Effects。这个是做视觉特效的软体，那因为我在学校在推广中心，我都有教这一套软体。那它基本上这个界面就是学它的，而且呢，这个做好的还可以跟这一套软体做结合，很厉害哦。就是说我可以再加上一些其他的这些特效的物件啊，比如说我要在上面加上文字。再加上图像，甚至动画，我都可以整合到这里面来。那如果你没有整到它也没关系，这个动画你一样可以输出。好，那下面这一边就是它的时间轴，哎，这边就是它的时间轴，timeline 的部分，有点像我们刚刚看到一开始有没有做那个影片剪辑，对不对？下面就时间轴。那你所看到的，刚刚我们不是有设起点跟所谓的。地球的高度吗？所以你看到左手边这里有这个，有这个，每一个菱形，我们就称作这个就是你做动画的关键影格。这样了解？哦，就是所谓的 keyframe 啊。所以你今天在这边做的动画不满意的，我就可以回到这两个点，我去做修正。好，那你看我们。这个是上方，由上往下看，一开始从外面冲进来。那你看哦，这里我拉动一下时间轴哈，拉动拉动，有没有看到？摄影机，你看到这个东西，这个就是摄影机的角度的变化，也就是我到了快要到目的地的时候，我的摄影机角度有改变。那角度的改变呢？它在这边都有一些属性，你可以看到我这里放大一点，你看摄影机的位置有没有经度、纬度、海拔、高度？那摄影机呢？要不要旋转？要不要平移？要不要倾斜？它都是透过这个关键格去控制。那如果你中间需要有一个变化，比如说你看我在飞进来的这个过程，我来拉动一下好了。能动，诶，好，我先拉动一下。比如说我在这里，那我想要它这样子飞进来，那到这里是这样子，那么在这个地方，我想要在它让它，我看一下，海拔稍微拉高一点哦，在这里不要那么快就下来。你看我拉动一下哦，有没有发现？它有增加的关键影格，我稍微让它在这里，先还是维持在比较高，所以我只要
改变数值，然后呢，我如果不是在最前面的那一格，或是最后面的那一格，它就会自动帮我加上一个关键格，把你的设定记录下来。所以呢，这个时候我前面俯冲进来的这个过程，它就一直到这里才会慢慢的，应该说会比较快啦，因为我后面这边本来它比较早要做转向的，我就把它限制在这里，很快的转进来，会像这样子。好，那如果这个关键格你觉得啊，我这里设错了，没关系，你可以按右，你可以我看一下这里没有按右键，把它选起来，按下键盘上的 Delete，这样关键格就可以删掉。所以这个东西也类似一个，如果各位你跟我一样老骨头了，曾经学过一个东西叫做 Flash。哦，就是这种网页上的动画的软体制作，它其实都是一样的，就是有这种关键格的概念，这样就 OK 哈。所以这个呢，你都可以直接从上面播放啦，或者再去做修改。好，那如果好了，你就可以按上面的算会，就是我们讲的输出。你看这个动画从外面这样进来5秒钟，那他就问你喽。你看上面这边，请问你要输出的是连续的图档，还是直接把它变成 video？后面这个就是 video，好，直接变 MP4 都可以。好，你如果是直接变 MP4 的，它会在云端运算。那这个在云端运算呢，你就需要等一下，也就是说，它如果算完了，它会寄 mail 通知你。那如果你是算图片的连续图档，也就是说，它把这5秒钟变成一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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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图片，那你也可以再拿去影像处理软体里面，或者是那个我们讲的影片处理软体都可以。这样了解，可以再把它接起来。好，那你输出的在这边呢，你也可以看一下，不见得一定要5秒钟全部都要，因为有些时候可能你只要其中几秒钟，你就可以告诉他我要第几格到第几格。然后呢，我们这个尺寸现在预设就是1920×1080，因为是这样子，所以说它显示的这个品质啊，其实还有整个动画的，就是那个效果都会比较好。这样各位 OK 吗？你其他的那个动画的类型，好，你都可以试看看。那最重要的，一开始有同学在问，啊，这个可以商业用途吗？有没有？哎，我顺便跟各位讲一下，这个也是不能商业用途啦。但是它这里有一个浮水印，你有没有看到这里？有没有一个要告诉人家版权从哪里来的？它有一个好处是，你不见得要放在右下角。所以呢，那个版权的位置哦，你可以自己调，它让你可以自己调。你看你想要放哪里，你也可以自定，有没有？好，这个地方是可以选的。然后呢，如果你要知道它的一些那个就是著名来源的那个地方哦，你可以在这边自己再去参考一下它的说明。那我刚刚讲的，如果说你想要跟 Adobe 那套软体做结合，你就可以透过这个，它可以把这个资料输出。那我有一篇教学文章，就是在介绍，如果你会这套软体，我可以再把它怎么样跟它做整合。好，那我现在呢，先用这个，好，先用这个，然后呢，你后面你可以自己选择你要输出到哪里。好，你拿一个资料夹，比如说我把它放在下载这个资料夹，OK。无法开启，哦，好，那没关系，我就放在文件里面就好了。那接下来，哎，这个也不行了，因为都刚好在系统里面哈。好，允许网站，OK，folder 那放。我看一下。桌面建一个资料夹
好，在这边，哎，我们那个博影已经把问卷贴出来了哈，各位有空的话，你可以填一下，哎，都不行了。好，查看档案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好，按开始。储存。那现在他就帮我，因为我现在是做连续图档哈，所以他就是开始帮我把一张一张的把它输出出来，这样你就可以拿去用了。这样 OK 吗？所以我们今天哦，虽然没有办法把所有的这些内容讲完，但是各位你可以做参考，好不好？哦，因为其实 Google 地球应用还真的蛮多的哦。我后面就是在部落格上，其实都有介绍蛮多的内容。那其他呢，简报的最后一页，我还有列出，就是在 Google 地图上有很多，大部分这个都是来自我们一开始跟大家介绍那个电脑玩物站长，好，那边他所介绍的，我把它只是列举几个出来。哎，还蛮好用的，你就可以参考看看。哎，因为它介绍蛮详细的，它只是没有录影片而已啦。哎，我是比较有常录影片这样。好，那至于其他的一些动画的部分呢，我就可能今天时间上没办法做那么多，没关系，就欢迎各位，你可以到我的文章上面去看一看，好吧？好，那我就把时间交还给博云喽。哎，我出现了。好，太好了。